是那前面院子坐过的吗？对啊。林野树没有上去啊。哦，哪里这样？嘿，你看我们今天干嘛？这两句话吧。这个旅馆超级舒服，还有温泉呢，很值得下次再来。可能80岁的时候可以来这边，车子直接开到这边住一个礼拜。好和善哦，会多种语言，东西很好吃，还有音乐天分。好，下一站去哪里？下一站去纪英王子。对。好处。他的手工面包好好吃。老师讲吃的。早上的炒蛋分量也很够。咖啡不错。Thank you.
了。